9月17日，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、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、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，以“红色百年路，科普万里行”为主题的2021至2025年青海省科普进寺庙活动启动仪式在青海省藏语系佛学院举行。活动现场，工作人员为青海省藏语系佛学院学生及到场民众开展了科学表演、科学体验、有奖竞答。以及科学展板展示等活动。科普进寺院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。我认为现在这个寺庙里，也可以学这些佛教的文化，也可以学现代的这些科学的文化，融合在一起是非常的一个好的事情。据了解，科普进寺庙系列活动从4月中旬拉开序幕，已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、玉树藏族自治州等6个县的11个寺院。为1850名寺院僧侣和周边民众送去了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，并将在"十四五"期间实现全省宗教场所科普工作全覆盖。我们除了进寺庙呢，还有在我们的县城、我们的乡镇、我们的企业、我们的学校，我们还要深入到这些地方。我们的六进活动，进寺庙、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机关、进学校等等。也是利用我们各种形式的科普资源，去提高我们青海省的全民素质，做一些相应的工作。